想要个书架仔装嘢，唔一定要买现成嘅，用谷类早餐盒整都得啦。首先在盒上面刻画出自己想要的大小，记得要一边高一边低。我的高就是 13cm， 另一边就是 7cm， 然后反转背面做同一样的动作，不过要记得分清左右边面高和边面低啊。之后点与点之间连起，沿着虚线解出，其余都是一样。用胶纸固定个盒，就咁睇上去不是咁靓噃，将它变靓啲先。咁就大功告成噶啦，仲可以放啲嘢入去咧。下次食完谷类早餐盒嘅话，记得唔好抌，留嚟整呢个书架仔仲好啦。